走进神农街，各位可能会感觉仿佛走入了时光隧道。古朴的老街除了私人住宅，还有许多艺术创作者的工作室，怎么看都和别的街道不同。过去这里被称为北市街，是目前台南市保存最完整的老街，也是五条港文化园区最核心的据点。因为街道上的老屋产权复杂，不易改建，也因此保留了清代及日治时期的外观结构。走进街道中，还能看到神农街一带密布的古迹，如金华府、前台开基药王庙、永川大教、西佛国等。